同名一个歌手。我觉得这个天下这个歌其实对于我来说难度非常大，因为它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每个人基本上都会唱的一首歌，那里面有很多的高音啊什么，对于我来说也是属于第一次在这种很大型的舞台上面去演唱，当时非常非常紧张，上台前呢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啊，但是表演的过程当中还是蛮顺利的。又到了大雨，其实这个舞台非常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准备自己的加时内容嘛，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临时的去面对场上的一些突发情况，那像我这一套就需要换整套的衣服去跳，我就非常非常快速的去冲下台，去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面去换这一整套衣服，差不多用了得有5分钟吧。换完之后其实自己身上已经全湿了，因为很热。到了台上之后然后发现裙子啊什么也没拉好，这个就非常大，然后非常容易踩着，那个地下又是 LED 的屏，就特别特别的滑，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但是还是属于比较顺利的把这个舞蹈完成了，然后正好也被大家记住了这个舞台，也很感谢创造营把它放了出来。我觉得它也是我的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舞台。柳叶刀呢是2022年的一个很特别的舞台，因为它是在雨中完成的，也是一个很大难度的舞台，因为当时舞台上全是水，我又穿着比较长的衣服，当时换衣服加上调整妆发也就15分钟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当中创作出来的一个舞台。最有意义的我觉得还是大鱼，它赋予了我很多新的身份和让更多的人记住了我，虽然我都很喜欢这三首歌，但我觉得这个舞台呢是最让我自己内心所打动的，因为这支舞也是我自己编的嘛。最深刻的照片我觉得还是这张吧，就小时候的照片，因为我觉得从那个时候你并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他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思想，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对于一切都是带有童真的想法的，可能如果回到这个时候吧，会想，哎呀，早知道听妈妈的话，多吃点饭，然后好好的去学习，可能会比现在做得更好，但一切都已经是过去式了，而更重要的是眼下这个世界和这个时间。我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的选择都非常重要，比如说我选择去艺校这个决定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决定的，我选择去学中国舞，其实我就是觉得中国舞很能够打动我的内心，然后让我有更自信的态度去喜欢舞蹈，那这个是我的一个决定。那选择去创造营也是我自己的决定，因为我觉得它能够让我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然后也能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和别人不同的地方。之后的一些选择我觉得更加会坚定自己的想法，尽量不去后悔吧，因为过去的事情你永远改变不了。这张照片应该是摄影师拍摄的，但是我不知道当时环境是什么样的，我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记忆啊，可能旁边是我的妈妈吧。对，我小时候不爱吃饭，就是我妈每次到吃饭的点就会追着我，像一个天大的难题一样。我觉得除了这些我小时候都挺乖的。这张照片应该是7、8岁左右，当时是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把北京所有的景点都打卡一遍，然后就去了这里。我觉得当时应该第一次来到北京就觉得北京可冷可冷了。我们还去这个颐和园去那个溜冰了，那个地下全部结了很厚的冰，然后我们坐在那个铁的小车上面就这样滑。我觉得变化其实成长到现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人长大了而已，环境还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个路灯啊火车轨道都在，都是一样的。
宣布我是成团之后，其实我没有特别大的激动的感觉，也没有特别想哭啊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一种释然和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说那一天晚上宣布出我的名字之后呢，我可能会真正意识到自己从这个节目当中走出来了，以一个新的身份要面临全新的观众和全新的自己。当时成团的时候还是想着和面前的人分享，那面前的人分享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想和家人一块分享，因为这两个人是陪伴你最长久的，你有了作品啊，会想和观众去交流，那有了一些自己心里的想法，可能就想和自己最信任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分享。我当时是在网上购入了一个这个叫什么锻炼脸部肌肉的神器，我一直在这个来的车上一直练了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吧，就是它是有一个吹的一个小塑胶的一个东西，它说可以锻炼你的这个颈部的肌肉，可以让你的脸更什么紧致啥的，反正我就当玩具玩了。然后来了之后呢，发现昨天晚上那个眼睛上的这个受伤还没有完全好，然后到了这儿我就可紧张，我说老师你给我做一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的头发，我们可以把这个眼睛上的不完美给这个掩盖一下，然后当时就选了一个比较长的头发。我记得当时还有一条小溪还是小河，那个水特别特别的冰，但是下去之后呢，正好和这个太阳的温度抵消掉了，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因为上一次是外拍，然后这次又回归到棚拍，其实每一次给我感觉就是更加会面对镜头更从容一些，然后造型那方面也会更加的舒适一点，不管什么造型也可以更轻松的去面对镜头，就不会有非常胆怯呀，或者是不自信的态度出现。我非常喜欢杨老师的电影，因为他之前的和现在的作品我都有非常关注嘛，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真性情非常直率的一个女生，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没有架子然后也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偶像的一个样子。